好，等一下比赛的时候呢，第一轮的同学先在裁判这边预备，第二轮的同学就去拿作品，请准备在原地的位置上面准备。
我们就要进行比赛。那比赛的时候，一轮会有六组上场比赛，然后会有两次的出发的机会。你可以选择的两次都是由一个人，也可以你一次我一次，跟你的好队友一人一次。这样你懂吗？好，那车子呢，请你不要马上把它拿起来，因为老师还没有看好你几分。如果老师还没有看好你几分，你就把它拿走了，都还没登记好啊，抱歉，就是零分，因为老师也不知道你几分。这样懂吗？请你耐心等待。那我们一次会有一个队伍会有两次的发射机会，登记好了你就可以准备预备第二次的发射，这样可以。好，欢迎啊！两次加一起，没有。Thank you.
有人跑出去了。第五赛道，邱毅佳，还有第六赛道，简如意、张生慈，然后。